OK 了，家人们。2024年新春版第一期默契大挑战现在开始。OK， 现在后面人统一站好，我准备说第一个，我准备说第一个了，你们不要动我了。我看直播谁是小黑子，好吧？谁露出犄角了，好吧？我看谁小黑子，有没有真爱粉，好吧？第一个颜色，准备。我看谁是小黑子。首先啊，咱们要注意两点。第一点是什么呢？就是说直播间的有些人他没有私信小熊。其次，这波是真爱粉的默契大挑战，2024年第一场默契真爱粉默契大挑战，所以说私信熊肯定咱们直接 out 了，好吧？直接淘汰私信熊。就是说，有很多粉丝的情况下，有人有些皮肤没有，所以咱们以最简单的形式来出，好吧？第一波咱们就简简单单先来一个，好吧？第一波咱们简简单单先来一个。你好，哥们儿，干啥呢？那些选小灰灰的，你们怎么想的？告诉我怎么想的啊？告诉我怎么想的？为什么要选小灰灰？你不要搞了，让我单独采访一下这个小灰灰。刚才是啊，现在他们都换了，你为什么不换啊？小灰灰，你为什么不换？不是，小黑蛋300个瓶盖就换过来了，不是小灰灰呢？小灰在这儿呢，所有人包围这个小灰灰，你是有什么心事吗？为什么不选小黑蛋啊？不是，他又换成黑蛋了，哥们儿，你这么整是吧？所有人统一站好，所有黑蛋家族们站好，小黑蛋们都站好，小黑蛋准备好。我怎么在这儿啊？你还做小黑子呢，哥们儿啊？怎么有僵尸博士啊？给我揍他，家人们，给我揍他！怎么还有僵尸博士啊？给我撞他！我真的是。你妈！第三个颜色。白色，家人们，哎，说起白色，你们可能会想到，就是说，比如东东阳，你们肯定会想到，对吧？白色皮肤，东东阳，你们肯定会想到，但是它又是一款氪金的皮肤，其次的话就是一个懒洋洋的皮肤，但是哥们儿这个号没有懒洋洋皮肤，好吧？身为真爱粉的你们应该都知道。雪王再合适不过了，雪王又是不氪金的皮肤，而且还是免费的皮肤，还是联动的皮肤，限定联动的皮肤。你好，这为什么会有人选莱卡跟美羊羊啊？啊，这还有一个粑粑羊，不是粑粑羊，这怎么还有一个黑羊啊？你黑跟啥似的？你选个白，你白吗你哥们儿？你白吗你？阿弥陀佛。不是，你为什么没有雪王？你为什么没有雪王？你凭什么没有雪王？入坑晚啊，那这个我可以理解一下，好吧？入坑比较晚啊，咱们还可以理解一下，好吧？OK， 最后一个颜色，家人们，最后一个颜色，
最后一个颜色，最后一个红色，家人们，最后一个红色，这波选一波红的，选一个超级超级红的，好吧，家人们，选一个超级超级红的，一个是上官子怡，我就一个上官子怡可以红小豆，这波选红色就对了，为什么选红色？马上就知道了，三、二、一，让我看有多少人选的红色，家人们，让我看有多少人选的红色，所有人全部换成红色，所有人 ，OK 啊，家人们。咱们二零二四年新春版，咱们二零二四年第一期新春版的末日大挑战啊，也是圆满完结了，好吧？啊，在新的一年里，咱们啊，祝在座的家蛋们啊新年快乐啊！为什么选一个红色的皮肤呢？在这儿就是我想说，祝大家红红火火，好吧？祝咱们在座直播间啊所有真爱粉啊所有粉粉们新年快乐。2024年新年快乐，好吧。后续的话就是说我还会陆续就是说出一些默契挑战之类的。咱们这波也是圆满结束了啊，新年快乐，好吧，新年快乐。